十座教学，一，乳癌，口干舌燥。现在感觉口干有没有比较好一点？有口水。有口水了，对不对？嗯、好，你这里不解开，一直会口干了、啊，啊，你就一直想喝水。它事实上水又对你太多又不行，所以这个是体伤引起的症的不适感，一定要从这里解症。再来一次哈。哦，痛。对，我刚刚不敢按力，我要慢慢深层，你口水就会多一点点，慢慢帮你按进去。因为它重病，不能太大力按，一定要很有耐心，由浅入深。我现在是一层一层帮你按进去，我还没有按到深层。你现在感觉口干有没有比较缓解了、啊？嗯，有口水。有口水。好，我在最后不再帮你按一次。哦，痛。这里。好，等一下哦。现在口水是不是更多了？嗯。对哈、哦。好，我在最后帮你解决整骨。我现在在处理他的枕骨，用前头法，然后脖子也是用前头法。这里脖子会不会痛？也痛。也痛啊！哦，那这个也有问题，顺便帮你解决。那这个按完、舒缓，用指腹三个指腹把它顶上来，这样我用三根指腹进去，然后靠在脖子的旁边，我们的筋有没有？它事实上这两只用力比较深呐、啊，那面积又大，所以如果没有按开，你热源是进不去。它然后越温敷，它越口干舌燥，就是不能解症。所以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就是直接解症再讲，然后花一点时间，因为重病你不可能解症一下子用到很深的力量，然后它又不能趴。那所以他的手法不能用我们一般常用的。你现在嘴巴感觉怎么样？嗯，口水多了。口水多了哈、嗯，不会口渴了，对不对？可以吞了哈、嗯嗯。那这里再温敷热源就可以进去。要、嗯、啊，这里下面放个红豆袋、嗯。那昨天处理完，你感觉有改善了哈、嗯？那现在就是今天还有口干口苦吗？现在就。那我问你，现在的口干口苦跟昨天比较起来，程度是不是有减轻？有，现在有口水，有那个有湿润。有湿润，昨天完全没有嘛？我看你很干燥嘛，那表示还是有效。等于昨天按完到现在，它虽然有口干口苦，但是比昨天完全口干没有口水是好很多嘛？哦，从这一点来讲，对，要按整骨下缘。这样顶进来，然后这个头，这样扶住，这样做一个交叉，然后你看手就可以变得很柔软，一定要这样，然后这样，这样，你可以随着你进去，好，那到深层，就这样顶进去，这里很痛是吧？对，那这样手腕就变得很灵活，这是。仰躺的最好方法、嗯、我试过很多，一般还有一种手法就是这样用这两根指头顶、嗯、但是这样顶不进去、嗯、这个变一般的舒缓、嗯、所以一定是前头法、嗯、这样那这样慢慢顶进去、啊、这个头就这样被我这样顶顶、嗯、它是顶进去，但我下来这样有没有、哦、这样啊、我是用手腕在转，所以他这样就好像在拨筋、嗯、简单讲，然后会很舒服、嗯、然后脖子也是，我在示范脖子、嗯、这样下来，这个就是脖子、嗯啊、整个就紧贴着他，应该这样很舒服对不对、啊、这样面积又大，那这种是重病患者在用，就是他很虚啊，肉比较少，那我们这样就可以直接顶进去、嗯、啊，这样啊，这个手法我认为是仰躺最好的方法、嗯嗯、来你看手
顶着，然后下来转，这样，其实是手腕在转，很这样转很柔，因为是手腕，我不出力的，对，只要用力就不对，所以我说重病就是要学那个柔筋，要不然很难处理。这个手哈可以这样把它固定，然后有一点这样，啊，你看你两个这样可以转得更舒服，有没有？昨天哈，我帮你按完哈，你那个口干舌燥就有口水了嘛，哈，啊，那个到今天你又感觉口稍微干干，口有一点苦是吗？好，那刚刚我们志工帮你做完之后，你那个口干跟口苦现在还在吗？已经都解决了，口苦也没有了，好，那表示这里他都会帮你完全解症了，好，好，这一个患者哈，他情况其实是蛮严重的，我判定是应该命危了，啊，那他是凭以前就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啊，体质也蛮寒的，然后去年啊。去年，突然间乳房就肿块爆裂，然后开始烂发臭，哦，然后面积还蛮大，那也劝告患者说一定要专心调理，但患者因为要营还是要生活，所以他必须要去工作，那工作来到基金会其实他都很累，有时候提东西我看走路都不稳，啊，提东西也拿不动，所以体力应该算急需了，啊，那来基金会的志工都会很用心帮他，啊，处理，有时候都要花一两个小时，差不多处理一个患者就要花两个小时，因为他全身都不舒服，啊，还要帮他全身涂姜粉泥，那这一个影片是前不久拍的，就是患者哈，虽然也有按推，也有温敷啊，处理包括乳癌啊那个伤口，但他那一天突然间感，应该也不是突然，已经有一段时间都觉得口干舌燥，啊，那一天特别严重。嘴巴连一点点口水都没有，然后他那一天一直喝姜汤，哦，他喝了很多还是不能解渴，那我跟他讲，哦，这个是头部体伤引起的，那因为患者身体很虚又不能趴着坐，所以当然也可以侧躺，但他躺下来是最舒服的，所以我就以患者最舒服的姿势来帮他做，那仰躺按推，头部原始点，主要是用食指工具按推耳后，两侧，那这样按完差不多慢慢按了差不多十几分钟，他本来口中很干没有口水，欸，就慢慢嘴巴就有口水出来了，然后再经过，按枕骨下沿，还有脖子，这些都帮他按松了，然后最主要还是头部原始点，耳后那两点。按完之后，他口干舌燥，口水有了，口干舌燥也改善了，当天就改善，然后继续就温敷，然后也处理其他的。包括他全身酸痛啊，还有涂姜粉泥这些，所以那一天时间也花蛮长。那隔一天他再来的时候，刚刚视频大家也看到，就是患者嘴巴已经有口水了，只是还有一点口干跟口苦。那第二次再做完之后，他口干口苦也不见了。也简单的讲，就是嘴巴那个口干舌燥，一直想喝水的现象，
就完全解除了。啊，这个患者为什么值得啊这样来讲解，也让大家了解？第一个，我看很多哦，到了重病，已经命危，险象命危的时候，他们常常表现出来的也是好像中医讲的一派热象，啊，那这些热象症状，最容易让医师误以为是热性体质而开寒凉药。你看他，如果这个没有延时点，如果我还是当中医师的话，你看当我给他喝姜汤，给他喝水，他还是口干舌燥，甚至我都会想开寒凉药，哦，如果我没有延时点的话，哦，以前啊，我都觉得这个明明就是热性体质，但很明显有了延时点我已经很清楚，因为延时点从来没有冰敷过啊，按推完就温敷嘛，这个大家也清楚。所以一针二灸三用药，如果照中医来讲，你看外治法，针就是像我们的按推，那外治法就是温敷嘛，一样的道理。那当然三用药也应该是热源，而不是寒哦，还有一个热性体质开寒凉药哦。那灸没有问题，到了药哦，很多中医师就开始误以为哦，这种口干舌燥哦，一直想喝水，然后又饮不解渴哦，一定就是有火气哦，这个是千古之谜啊。但是为什么原始点讲了那么久哦，那很多中医师还是会有这样的疑惑。第一个，我的感受了，手法可能会有问题，也就是像今天就举这一个患者来讲，他已经到命危，身体已经很虚了，那走路有时候都会摇摇晃晃，那全身都是病，包括手也有水肿。在这么严重的情况下，你看他都有水肿，然后又口干舌燥，里面水那么多，怎么会是算是热性体质呢？啊，这些水又没办法化掉，啊，那如果在中医讲，啊，这个可能都是热哦，加上湿哦，那你用利水的也不能解症啊，因为它真正的，刚刚大家也看到，它真正的口干舌燥、饮不解渴，不是它体质很热，而是它根本就是头部有体伤。这也是原始点，哦，打破了这个医学的僵局，然后从实作上去领悟的。但如果像这种重病患者，你用一般的手法按推几下，哦，就想解症，那是不大可能的，哦，所以我光按这一个患者就按了15分钟到20分钟，啊，那十几分钟后他才。嘴巴本来口干，那嘴巴连一点水都没有啊，事实上已经喝了很多水了，啊，那他又有水肿，啊，手有水肿，那所以我建议不要再喝了，直接从头部解症，啊，那这样慢慢的头部按了，耳后这两点我就按了差不多十几分钟，因为这个影片还是有稍作剪接的。所以可以看得出来，重病处理，你要把口干舌燥解症，一定要很耐心。但一般的志工要做出来，确实有一点困难。啊，也是因为志工有困难，或学原始点的医师也不懂，所以他认为，哎，确实就有热性体质。我是这么想，是不是这样误解？但在我一路这样做，哦，我是很笃定的，没有所谓热性体质。像这样的患者，你按推还是可以当下解症啊，即便他已经到命危了，而且又有肿瘤到，我看应该已经到末期了，
又破裂，然后又有发臭，那每次清洗也都花很多时间。那像这样的患者，我们还是可以帮他，除了温敷，还有靠手法的按推，也可以达到结症。那这个患者是阳躺，所以手法上我是用食指法去做耳后。那至于枕骨下沿还有脖子，我是用前头法那这样大家也可以实际上只要懂得操作，应该是可以做得出来。但记得手法尤其前头法或食指法，一定要懂得用手腕的工具，整个手腕一定要灵活，不是很僵硬，然后手一定不能出蛮力，只要出蛮力，重病患者受不了，他就不让你按，甚至他因为痛，他会跟你对抗，那这样对解症就帮助就会有限，所以有些人就是用延时点，没有办法做到解症。那这样的患者，我记得还有一个血癌患者，之前也做过一个，也是来的时候，他整个脖子也是僵硬，那跟这位乳癌患者一样，他完全嘴巴是干到没有口水，那也一直想喝水，但是喝了一点又不能解渴，情况已经很危急了，他走路都很喘，也是命危的情况下，那我那个更加严重，比这个乳癌患者更加严重，那我就是光做他的头部跟脖子，整整做了30分钟，就是只有头部原始点跟脖子，因为也不敢大力，怕也在消耗他的热能，然后慢慢由浅慢慢推开，再由浅入深，然后再由轻而重，然后手法都是很柔软的不给他有压力，所以。最近我也在教志工，像遇到这种患者，你要用食指或用前头法，那个握拳一定是握虚拳，不能用力握实拳。实拳你很僵硬，一顶进患者，患者就很痛，患者是受不了所以一般你一顶进去，他大概几秒钟他就不让你按推了。所以一定手握虚拳，那。又用手腕的力量所以很柔，那这样慢慢揉进去患者就能接受有时候要花多一点时间，像我说的那个血癌就花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然后那口干舌燥也就结症了。但我相信这样的患者很多志工应该是做不出来，那原始点如果做不出来，我相信不管中医也好西医也好更难解症了因为这种口干舌燥它根本就是头部引起的。好，那这个也是再说明一下原始点它的理论确实没有热性体质那如果有一派热象包括身体燥热或是嘴巴口干舌燥那你可以找出相对应原始痛点来按推，一般只要处理得当都可以立刻解症，而且速度之快比吃药或是怎么样都还要快。好，我就提供这一个案例，我就补充到这里。